戏继续。肯定是王大陆。我说了是王大陆，你看。就在大家都在质疑王大陆的时候，黄子韬到成龙大哥背后正筹划着偷袭行动。却因为动作太大，偷袭失败。好，这个时候何老师跟那个小花好像有一些交流。先搞成龙大哥，成龙大哥，成龙大哥。哎呦，哎，子韬在这拽大哥的衣服，出了这个笼子，你可能就。你们是想推大哥，但是不敢推，我怕把大哥弄伤了。那我们就把黄子韬弄伤。Yes. 谢娜，先推谢娜，绝对是谢娜。哎，你们好烦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推黄大陆，不是我。快快快快快！王大陆，别乱玩游戏。是小王子黄子韬从一开始就本着不怕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原则，把怀疑对象锁定到除了自己的所有人。先把何老师推出去。我早就怀疑你了。你大哥绝对是我的，大哥绝对是。先把龙哥跟龙哥跟囧哥先弄出去。龙哥，大哥绝对是。我觉得为家。你要咬咬我。谢娜，先推谢娜，绝对是谢娜。那王大陆，王大陆，别乱玩游戏。王大陆，上队，谢谢谢谢。现在考王大陆，这样带着怀疑人的黄子韬，究竟是不是卧底呢？